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拆一个神秘的小盒子，我还是第一次拆呢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，我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，有什么惊喜呢？这是什么？哇，没了，好漂亮的小猫咪耶，还有一个小翅膀。这个是，一朵好大好大的小花，你们看，这个是不是会站在这里面的呢？打开看看这只小猫咪。小猫咪还没有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是不是很好看？把它放在这儿。好啦，第二个盒子是什么呢？有惊喜吗？这是白色的，好大呀，是张大桌子，好漂亮，拿出来。哇，好漂亮呐，这个桌子刚好可以摆我的这些呢，是不是摆上去很好看呢？这个是小贝壳饼干，粉色的蓝色 ，Hello Kitty 的小饼干，还有预备狗的小饼干，一只绿色的小青蛙的饼干。你们看，这些都是小蛋糕，绿色小青蛙，还有一个小鱼头、小企鹅、一只小鸟灯、不怕狗、一只小企鹅。好啦，摆好啦。再把这个加上去。